有关网传8月23、22时30分许发生在北屯区军府18路与军荣三街口疑似医疗代步车驾驶无故停在路中之影片，目前警方尚未接获报案或检举。影片中之车辆经初步研判应为医疗代步车，于道路行驶视同行人，应遵守行人之管制规定，违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处罚。警方呼吁驾驶医疗代步车应遵守交通法规，切勿无故于路中逗留，避免发生危险。本分局将持续加强辖区巡守。